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哥。经过了这么多次的挫败，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。偷练了以后，我发觉这个战士啊，这个骑士这个角色，血多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的，好吗？虽然说，我觉得法师的好处是那个60滴血，但是那个要喝到什么东西是可以选的啊，所以还是有它的好处啊。但是，血多容错就是高一点，对吧？好嘞，你跳不起来啊，傻蛋。好啊，看，我们现在已经熟练到这样。重靴是怎样？走路变慢吗？好像也没有。这是真的还是搞不懂这是干嘛？打他会扣血，以后再说吧。哎，这个可以跳吗？应该可以。好，下面一只史莱姆对吧？有一只老鼠。老鼠的话，哎呀！哎，我们找到那个，你看，这就是坏处啊，就是你拿到这种卷轴，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用。浅绿色卷轴2个，没关系啊，就当它是鉴定卷轴好了，就拆一下。戳2刀，找一下王在哪里。手套，这种还好啊，抓墙欸，是怎样？哦，可以这样子哦，它可以抓着墙慢慢滑下来欸，王欸，牧师帽，巨石保护，走走看好了。抓到啦！哦，痛欸！哎，不要这样，跳踩真的超痛。所以有新的卷轴，哎，真的欸，可以跳一次，被我猜中了。没事，那我们现在有老鼠嘛，然后有那个，先回去抓老鼠跟开那个宝箱。对吧？这边有那个17块，反正应该买不起啊，看都不太想看。老鼠跟宝箱在这里。药剂，紫色茄子。我们试试看。紫色，哎，补血超赚。我想看哦，先拿这只老鼠回去吃。那，抓墙就没有手抓老鼠了，这样是吧？哎，我的老鼠嘞？哦，在这里，想说我的老鼠欸，不要糊弄我欸，怎样？这个东西，叽叽叽叽，欸，可以抓2只吗？不行，抓2只，垃圾，那抓鸡啊，鸡补的比较多，这不能抓2只吗？
钢其实应该再试一下的。你看这个鸡会变成这个烤鸡，又可以再补一次血。嗯，好，我们学神圣，避免掉落伤害。骨折药水，可是其实不知道这个恢复药水到底恢复多少。好，没事啊，反正我们有两个药水，先等一半血一下再来吃好了。那变强了吧？不、哦，这个好，哇！灰色卷轴。哎、欸，好一点的武器啊！幸运减一哦。哎、欸，这一把更强哎、欸，带来财富，然后还可以充能突突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丢掉，然后这一把又突突，好像比较强。无所谓啦，反正我们两把轮子用，因为这个比较慢，可是它的那个，哦、这个快、欸，而且它还有远攻，应该是这把比较好了。哎、欸，小精灵，小精灵出来了，鉴定卷轴很棒，这个跳跃卷轴，哎、欸，那我鉴定卷轴，鉴定卷轴到。紫色药水，火抗加一，好了，再见。这下去会被射，对不对？他没射到，好，没事。哦，有恢复药水，这就是纯粹就是要我。这一关其实一定就是要让我过的嘛。我们等一下再来救那个小女生，因为那小女生过关才有用火焰之术。嗯，跳上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为什么他的那个法才四啊？哦，所以法师用这个法杖还是比较强的。嗯，好吧。懂吗？这个要引他出来。哎、欸，没事，我现在懂了，故意引你一下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哎、欸、妈，这个斧头可以劈劈的。其实这斧头还是，不过法杖法师伤害是真的有比较高。啥？啊，为我打死他了。我还站在那上面，诶、欸，更强的斧头是吗？力量加一，精灵魔法，精灵魔法力量加一，啊，那这个就烂啦、啊，丢掉，对吧？不错、啊。好，哎、欸，我们看到网了。这卷轴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啊，没事。商人血，哦，超级速度是怎样？这更强吧？太小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这个速度真的是不小心，哎呦，我怕被他射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边有一个那个，我这个超级速度太夸张了。
欸，这边有东西吗？没有，糊弄我。好啦，来去打那只王。那我们想象那只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？这超级速度真的好难，好难控制。欸，可是，欸，好 ，OK， 引到他了。欸，那这样子，好难调。有了，这太夸张了！我先吃一下鸡好了。我，哦，吃鸡那个攻击力会变强，是不是？好，还是不要乱用好了。我想一下哦，这个在哪边打比较好？我们把引过来打好了。嗯，超级速度总有用吧？嗯，有要吃补血吗？我觉得我过关去用那个补还快一点欸。May the light shine on you。我只有八块钱哦，为什么那么废啊？哇，这个超级速度，真的是。哎，等一下。拿下来，可以过关了吗？带那个女生去啊，就是这样，好难控制。不要，然后这个嘞，这要怎么过？不对，先跳到这里，走过来，跳。啊，在这里过。你为什么要自我牺牲？有盔甲了，有点太快了。那金盔甲 ，OK。看一下，有卷轴吗？紫色药剂，跳药药水。真的是，嗯，所以我装备应该，我真的是，啊，好快，疯掉了，拿到好装也在那边，啊，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，拿到好装也想哭，拿到烂装，刚刚那个真的是很好，那个跑很快，那容错率真的很高，跑过去戳一下跑掉，跑过去戳一下跑掉，对不对？那么就直接挂掉了。好，我们当绿色卷轴，这个一开始袅袅的就是给你那个，鉴定卷轴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这边有看到那个是。直接过的嘛，
还是要下去。我们先过好了，就过两个嘛，对不对？靠，闹死！嗯，OK， 没东西，没东西 ，OK。那往下。哦，哦。法杖，它有充能十闪电呢，到15哎，这应该够强了吧？这啥？它普攻就可以打出闪电，会不会有点猛啊？20块、15块、15块，地头卷轴，该不太需要啊，那要再来买好了。我想一下哦，如果这样这个那么强，那我们先用普通剑打好了。这已经那么强了！我的天哪！你有看到那只小兵的打人的方式吗？真的是有点超过啊！他会跳打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一下哦，这个在他头上打回吧。看，我们在他头上打打看好了。他如果是闪电呢？想一下，如果到另外那边，然后用闪电打，试试看。好强哦！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真的是挖掘魔杖绿色卷轴。挖掘魔杖好像是可以穿过地形，对啊，我记得。所以我拿这个卷轴，哎，这个是地图，我靠！啊，没事，地图就地图了，开一下这个。我觉得法师就是反正冲刺哦，冲刺还加减 OK 啊。你又不是法师拿那个，真的没啥用。我是等于是电击法师，电击战士就对了。欸，这是鸡吗？我什么时候有鸡？我都不知道我这边有鸡耶。哦，这个鸡是被我电死的。那没事啊，反正等一下就要去吃，去补血。先把鸡先丢下来，我们先开这个宝箱。我这样呕到狗血，我也是醉了。鸟护符，阴抗性也还好啦，慈悲之灵，怎样被冲一下？哦，应付药水 ，OK OK。挖掘魔杖。可以啊，待机过就可以了吧？我不会被骗了，我可以跳过去。你老师哎，没关系，跳过去总可以了吧？反正多打一个，多几块钱而已。真的要归啊？这游戏真的太夸张了，你不归没办法。哎。就你知道这个鸡啊，腐烂鸡肉，就是它好像是被王打死还是怎样，反正就不能吃了，就吃了会中毒，真的是啊，这游戏哦，所以我刚刚。其实那么弱的小怪哦，地图卷轴开
那么弱小怪我应该就是把他骗上来，是很好。好，贩卖皮靴，智力速度。就弱的小怪，我应该其实应该就是换成那个魔杖打他，像那个史莱姆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子，我不是就可以充能啊？不行吗？这把因为太强了吗？那就那没办法，还是留着打王吧。头巾，防御加一，恶魔之灵。所以我的零只能带一个吗？真的哎、欸，慈悲跟恶魔之灵，虽然我不太晓得他们刚有什么差别，47块，有一个46块的诅咒，诅咒锤子，除非我有节奏的东西吧。那怎么买？哎、欸，不小心乱射了一个弓箭，箭断掉了。烈焰树。嗯，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先还是换这个吧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出来了？小妞，等一下，再来那个，等一下再救他。会给我加血啊！81，龙在这个地方，它起来会被先戳一下，然后这个地形真的不太好，我觉得我就乖乖用哦，对，我可以有应付术，对不对？先喝一下好了，不然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来跟他搞了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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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这次那只鸡没死，所以我可以把女的带下来，带一个鸡走。OK， 很好，是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完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好，哦，指环。哦，看见隐藏敌人，好好好，优秀。地图卷，我有2瓶哎、欸，不喝又……哦，巨人药水变强壮。等一下，这个嘞，湛蓝的大海气息，嗯，幸运加一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好，等一下，还是不要乱喝好了，不要 push 你的 luck 到极限。先把这个带过来，然后把鸡带进去，这样就完美了吧 ？OK， 嗯，你给他那个四个法，我是不知道说有没有差啦，97。神圣二，这可以神圣丸可以那个带了烤鸡，神圣丸可以射一个那个神圣球。哎、欸、哦，这个连隐形敌人这样都可以看到，喂，他这样下来应该会直接被弓箭射死吧？咔嚓！哎、欸，为啥？乱来！啊、哦，死了，把你出来。
有没有？我会射弓箭。就是刚刚那个神圣第二级的天赋，靠！要先打到好像才能射，是不是？还是集气有用吗？要打到以后，然后你下一发就可以射出去。对，像我打到了身上有那个，啊，可是。那我如果换呢、欸？啊，这就没了啊！那、啊、没了这样嘞？哦，我连换，好了，没事，还是要开地图的吧？没事。可是这样子这一把不就没用了？这么强的魔杖，算了，无所谓。我刚刚就是靠那个魔杖打了两只嘛，除非我充能卷走，对不对？老师哎、欸，我被那个死毛毛虫搞，抓强智力，我看讲一敏捷防御，盔甲不错，盔甲跟手套，对不对？我好像都需要哈。那可是我只买得起盔甲，好，那就选盔甲。我可以抢他吗？趁他进，我刚应该趁他进去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我进去抢他的东西吗？啊是，这样子呀？揍你！啊，这个嘞，无法。那我要怎样？好烦哦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进去想说可以干嘛？那他被卡住啊？他会太强啊！我快被他打死了！哎、欸，我把他打死了！所以我可以去捡他的东西哦，是这样吗？原来是这样！哎、欸，我从来不知道哎、欸。被盗的，他不属于你小偷，我管他、啊，我把你打死了，打我那么痛，所以我可以用啊。哦哦哦，快死了！不要，不跟你玩，我快死了。我还有补血吗？我可以溜吗？我不想死。我们做人要大丈夫，要能屈能伸。我剩下八滴血，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可以偷那个家伙的东西。我靠！可以干嘛？好，没事，我们起码发现了新的东西。